在我们的 Google Map 上面用的方式是差不多的，甚至你可以用步行导航哦，OK，类似像这样的方式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哈，它还在跑，所以网路比较慢一些些哦，可能会稍微 delay 一下。那上面这个坐标也是它抓出来的，也就是说我要抓我现在的这一只手机的这个 location 哈。那在那个Phone Gap 里面哈，它也很快的，它一行程式就帮我跑出来了。OK，那里面的话基本上哈都是可以用的了哈，而且这个路径规划也非常简单，它可以帮我规划出来。OK，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哈，里面呢还可以做到什么呢？这边除了路径规划之外哈，上面还有个功能，就是说我如果要搜寻，比如说这个景点，它在那个 Google 上面的一些关键字的话。同样的方式的，我们也可以传什么？传那个URL 参数，就是类似像上次那个最后一个范例哦，那个 flag 就是那个找相片，你可以传递一个 URL 的参数。那如果说我要 Google 搜寻的话，这边也是一样，网络搜寻按下去之后的话，一样哈，我会去把这个景点的名称在那个 Google 里面呢，叫这家餐厅，比如叫喷水餐厅，那一样哈，我可以怎么传递一个什么呢？传递一个参数给什么？给那个，就是给 Google，它帮我搜寻。那搜寻的结果呢，也会自动列出来。你会发现这边都会有几颗星哈。像我出去玩，比如说到某一些景点的时候哈，一样我会把 Google 地图打开。打开之后的话，看一下这个，比如说附近有什么样，比如说我要餐厅的话，我会先看有几颗星。另外后面会有评论呐，其实这个评论我会稍微看一下，比如这家餐厅哈，大概10个有9个说这一家餐厅都吃到蟑螂啦，吃到什么不应该吃到东西的话，那当然你就不会想要去。可是如果10个有9个说哇这家餐厅实在是物超所值啦，或者是说都是正面的评论的话，那通常哈，我觉得可以去看看。尤其像之前比如说去宜兰吧，宜兰你也不知道去哪里，你可以先到一个定点，对不对？你就把你的 Google 地图打开，然后呢搜寻附近的景点，全部都出来了。另外呢，Google 地图也可以帮你导航。我有个导航板啊，安装上去的话，直接就可以导航到那边了。我觉得那个导航板会比现在的那个更新之后的地图还好用。我常常用那个方式，然后呢，会先看看说，这一家餐厅 O 不 OK？大部分哈，我觉得十之八九，如果4颗星、4.5颗星以上的，去都没有说，有就是说不好的感觉，因为别人都会推荐，这时候就一种口碑啦。那Google 我讲过了，Google 地图它不只是做地图，它甚至把一些口碑风评通通放进来。所以如果这一家餐厅哈上面都说好的话，它的生意会越好。好啊，如果这一家常常就是对客人都不是很礼貌了哈等等的，我想它生意应该也不会太好。啊，吃的话是这样的，住的话，比如说甚至有时候我都是。